BLACKPINK 暌违四年，风光展开世界巡演，十月中才结束首尔场的他们，就立马飞往美国开唱，还要在十天内狂唱六场，期间激素就被拍到右颈有不明突出物，疑似是淋巴系统出现问题，粉丝都十分担心他是否因为压力太大，加上过于劳累，导致健康状况亮红灯。且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脖子出现肿块，粉丝都将矛头指向经纪公司。对此，他所属的 YG 娱乐四日发出声明强调，激素健康没有异常，可以好好的消化完巡演行程。而除了激素健康状况引起担忧之外 ，BLACKPINK 近期在演唱会的表现也让歌迷担心不已。他们招子各种动作都没有到位 ，JENNIE 甚至跳一跳踉跄往后倒 ，ROSE 也速度没跟上舞步，几位成员的体力看起来都负荷不了如此高强度的杀人行程。如今看到官方这么避重就轻的回应，也再度引发粉丝怒火，希望公司在赚钱之余也要好好照顾女孩们的身体才对啊。